由范冰冰领衔的中国宫廷剧《武媚娘》在上月22号开播，剧中布景华丽，服装精美，制作成本号称超过人民币3亿元。由于唐朝文风开放，为了还原历史，女演员服装都较为开放，可能因为这样，套剧在12月27号突然暂停播放并重审。过了4日，《武媚娘》传奇复播，但是剧中女演员身穿低胸性感戏服的镜头就全部被人删走了。对于复播镜头被剪，著名编剧李亚玲公开表示，抹掉女人的胸就等于将男人阉割，难道中国文化是一种阉割文化？